哎，蒙卡车神又出新玩具啦！闪电离嫂，滚！太多了，给我一个。你这个比较大。哇，蒙卡车神这次又出新玩法啦！有点像我小时候玩的弹珠游戏啊。你过时了吧？首先呢，这是一个弹珠收纳器，把弹珠放进去，然后转一转，就拿不出来了。还有这个是弹珠发射器，可以连发子弹。我这台叫超力双龙，一秒变形。哇，尾巴还能弹出一台变形飞龙车哎！而且我的大飞龙变形以后还可以连发射击。哇，来玩玩看吧。好，瞄准哦，预备，发射！哇，我发现这两台也好有意思啊！这一台叫加农异兽，和刚才那台超力双龙一样，也是一条龙，而且在龙身中间也隐藏了一个发射口。咻咻咻，发射起来手感也非常好。还有这一台。这一台叫双子加农古拉，可以合体变形，成为一个机甲战士。在他胸口这里可以装上弹珠发射，这台也太帅了吧！我现在最喜欢这一台了，双子加农古拉。我们来夺车大赛吧！好，谁射中就是谁的，看最后谁的车多。好。